天天天天天早安早安早安中，哎，现在中午，午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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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。我要继续加油，继续练习。好漂亮，舞蹈老师，真的吗？就是，哎，的确，好像这样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精致精致。好的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舞蹈教室，所以，对，明天要去立保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明天你们会出现吧？你看我现在头发很乱，因为我刚大爆跳，然后我现在衣服很湿，还没吃饭，我连早餐都还没吃，因为我觉得我一起床我就马上洗完澡就出门，然后就赶快来公司练习。我怎么觉得我最近的 every day 都是跟舞蹈教室一起过，我可能就是要住在这了。明天不能去的也可以看那个三立都会台，然后或者是完全娱乐的频道，听说了，我好像看到有人说完全娱乐频道也会有线上直播啊什么的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线上直播，然后虽然不能到，但是你们可以看直播。为什么早上要洗澡？因为我早上就是习惯性起床，就是先洗澡，然后再出门。因为我觉得洗完澡出门很香，所以让人家闻到的话就哦，你很香。对，这就是我的习惯，而且我觉得可能半夜你也会流汗啊或什么，反正就是一定要早上洗澡，而且就算没时间也要洗头，因为你头发一定会非常的爆炸。明天表演加油，你们要跟我一起唱，点加爱心就留给明天好不好？有啊，我还会喷香水，洗完澡还要再喷香水，然后还要再抹乳液。抹乳液完出门要再喷一下香水，香水很香。我最近买到一罐新的香水，超香。不是我在说，是真的很香，香熟了。对，就是一种礼貌，因为你要让大家觉得说哇，你很香。对，这是我的习惯，好不好？明天会去。对，好，那你明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。听说好像可以进来看彩排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那个叫什么？明天不能来台中的，就是后天你们可以来台北的一日店长，就是连续两天的工作，开心开心，工作狂。明天不能到，还有后天，后天不能到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几岁？我看到一个我几岁，竟然有人报我几岁？我三岁，没有啦，我十八岁，是八岁吗？今年都要二十，好老，一定要变成老，要变叔叔了。团员有啊，他们是晚上。
但是我想要让自己再多练习一点，就是我不想要表演不好，所以我就是我通常跟大家团练时间的早上，我会先自己练五六个小时，练完晚上再去跟他们练，这样。明天哦，明天要看转播哦，如果不能到的，然后如果可以到了现场，大家就一起跟我唱歌，我会叫大家一起唱的。三十台，第三十台，30/30。喜欢水星，那明天就要看水星是原子少年明天的演出第一个出场顺序。大概我算一下哦，前面有大概3-4组表演，3-4组艺人，所以1、2、3、4，大约8点多，8点多会是水星，8点半吧，我抓个大概，应该是8点半。对，好像，因为其实我这几天超紧张，也不是紧张，就是我不想要去拖累大家，所以我就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把表演做到最好，因为我不想要大家觉得说，哦 ，KK 只能可爱这样。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我，所以不一样的我就在明天锁定三立都会台，还有现场，对，三立都会台现场，然后网络的直播我不知道是谁，对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台 ，sorry， 但是你们可以去找一下资讯，因为网络上应该都查得到。凶起来，真的要凶起来。想知道我用什么牌子的香水？我香水没带在身上，有时间再分享，好不好？然后因为我现在是让自己休息一下下，我要继续练习了。是表演小丑吗？是表演绿豆碰吗？是表演 Ice Cube Band 吗？还是 Sugar Rush 啊？还是 Freaky Love 啊？还是对，只有这5首哦。不知道，明天就知道了。是很累的歌，累死了。不能透露明天表演什么，但是，我的特效不能透露明天表演什么，但是呢，可以透露明天会表演。好啦，大家，我要继续练习喽，明天见喽。